Hello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艾米姐姐。今天我和我的小粉丝一起来玩大战500个精神小伙。我看你们才是精神小伙，还没上去就已经那个啥了。钩爪，看下来给我的武器，我怕被精神小伙打死。哎呀，突然间觉得酋长夫人还是挺帅的哈，穿起披风的时候有一种娘子军的风范。拿一下靴子，我已经有啦，这个龙骨弓啥的我都有啦，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好使。哇，这精神小伙长这么帅气啊，小伙伴们，这精神小伙不行啊，看着好像挺厉害的。精神小伙，小伙好精神啊，500个能打阵亡吗？我感觉1分钟就能被我们秒掉。哇塞，哇塞，这个精神小伙东西全是我的。哇，精神小伙，看看谁抢的最多东西啊。哎呦呦呦呦，是我的。没有精神小伙吗？啊，精神小伙马上就出来了。呦呦呦，有没有？还有个开关，我再来打一下啊！没有开关呢。精神小伙这么容易打呀？哇，又来啦！这还有个精神小伙，还有很多钻石。六六六！姐，我好喜欢你，我也是。啊！现在精神小伙伴全部被我们干掉了。精神小伙，小伙伴们喜不喜欢精神小伙？好了，小伙伴们，这个视频到这里的话呢就结束了。1分钟不到，精神小伙通通被我们干掉。哎，喜欢艾米的别忘了点点关注哟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